是日已过，明月随镜嘛。咱逐工啊，伫道场诶内底，是毋是身口意三业，拢行足在足呢？口是毋是为道眼啦？手啊，是讲道事啊，脚到道长，不退事情，伫呼吸间呢？意思就是讲，咱讲话就是爱讲有路用的话，而且呢，如法如道啊。咱到底行伫倒一条路？咱都爱心地放光啊！就伫即条路诶面顶，既然啊入佛门，人伫正史诶道场，是毋是？时时伫咧传法命也无。咱的生活是为什么生活？是为咱家己享受生活心，或者是呢为天下众生苦建立了自在的道场，宗门纪律啦。是毋是有定定甲逐个人分享？咱诶修行呀，法门，咱所伫咧做诶宗旨，是毋是口为道言呢？咱双手是毋是奉献予咱心？行种种的好事，所以咱阿讲身行好事啊！啊，行就是爱身体力行去做嘛。咱阿讲，正社是自在人的家，这个大家庭呢，自力更生啊，咱。双手都是爱供奉为道做代志，那就咱是毋是搭伫即个道场的内底呢？咱若会当安尼，心口意三业嘛，就是叫做三福业。也是三慧业，所以咱不退事志，抱什么心来呢？咱就要发这个愿啊，身体力行，安尼才会当福慧双修啦，会当甲人结真济福缘。咱会当甲大家人分享，遮尔正侪好事，这是毋是福慧双修呢？福将做中得欢喜啊，慧将善解得自在。咱是毋是逐工都是欢喜自在呢？在这个道场中，咱应该连呼吸间啊都无离开这个道心嘛，就是为了有悯众生，中也佛海回流轮转啊，要安怎当然叫醒众生？啊，咱爱时时为众生怜悯啊！咱若有一念的怜悯心啊，咱的生活咱都袂倒撇，同款是修行。咱的修行呢，就是爱真正的积极，无倒撇，因为呢，咱是要怜悯众生，行于菩萨道，毋是独善其身啊。 安尼偷闲过日子啊，毋是哦，咱是爱有悯众生，众业佛海，拢总是沉迷伫即个恶啊无明诶心态中，所以咱爱来有悯啊，咱一切爱从咱家己做起啊。 要安怎才会当使遮个众生呢？会当回头是岸，也若无呢？拢是轮回伫即个六道，或者是堕落三途，真正是苦不堪嘛。所以咱爱时时行足在足啊！ 说道行道啊，心不离道啊，就是呼吸间啊，还是呢，心念众生苦。众生安怎苦啊？所做的业是真多，哪怕是开口动舌啊，无不是业啊。口有四种的恶业呢，前面已经讲过了，恶口、妄言、绮语啊。那么咱已经讲在。 良善，良善就是烦恼是非啊。昨咱也讲过了，煽动君臣呐，感情离间呐，或者是两国之间呐，那为着自己利益吼，所以呢，使两国之间呐，结仇连怨呐。 偌年真多呢，诶，老百姓无辜，受尽了生离死别的苦难，这嘛是因为呢，两舌烦恼啊，所以是非搬来搬去啊。现在文中再安尼讲啦哦。 如是两舌啊，父子不和，夫妻生离啊，亲戚疏恐啊，事主因素，朋友杜绝。甲看这个两舌啊，是偌尼真厉害。 伊会使人互助不和啊！现在社会啊，咱看到比比皆是啊。古早是父慈子孝啊，天下无不是的父母。现在已经呢，真少有安尼观念的人咯。 老爸若讲囝会错误，囝呢就甲老爸反目成仇。即卖现在的社会已经是遮普遍啦，那就是呢，咱现在的人讲话，未晓互相教育。古早是安尼的规矩上传啊，毋是干那家庭的教育了定，老师的教育毋只是老师的教育，是整个社会啊时代就是安尼啊，迄个时代，迄个社会，人袂应该不好，不好是受人所唾骂，是一种无体的行为啊，会真歹势，人互人讲这个囡仔真不好，那感觉呢，家己的人格真受损呢。即卖人呢，啊，不好是真普遍啦。反倒倒来呢，是爸母爱甲囝讲哦，对不起啦，爸爸错啦。这呢是现代的时代啊，变成是安尼的形态，真正是真可怕。真呢，拢嘛是，安尼语言啊、团啊，即句话应该伫虾米人诶口中讲诶？现在呢，已经混淆不清啦。所以呢，虾米叫做好，虾米叫做顺，啊，真难咯。所以咱想着安尼。人敢会当做事而不教呢？所以咱爱互家户户知影人伦道德规矩，那都爱用讲话啊来教，所以爱教育，唔只是学校的教育，我那爱传出去社会教。有啊，也那无良心呢，唔止呢是辅助哦，唔止辅助不好，佫会使弄人夫妻情理，懂不懂啊？即卖的人本来就礼节已差啦，守正直的人呢，愈来愈淡薄啦，那个受边仔的人，佫讲，哎呦，你嫁甲安尼啊，迄有虾米稀奇啦？离婚啦，哦，真紧就离婚啦。或者是呢，就是住一个家庭的内底啦，同款呢，夫妻，但是心已经离开啦。不管是呢，身心离开，拢是因为无人甲教，无人甲劝，所以呢，一个家庭啊，夫妻情理，搁再呢，亲戚所控啊，亲戚本来拢真亲嘛。古早人足敖，甲即个亲戚的感情顾足好诶，所以呢有大家庭啊、大亲族啊，足亲呢。但是呢，即嘛拢已经呢疏真亲疏啦，哪怕是真近亲呢，少年人已经袂晓叫啊，阿姑诶囝。查某囝，囝婿新妇，啊，迄到底要安怎叫呢？已经袂晓啊啦吼！所以啊，这亲戚所控啊，逐个人拢远离人性，愈来愈疏远啦。这嘛是一种呢，语言教育的传啊，变成了时代形态。变迁哦，连书桌啊、因素，爸母是用咱的生命啊，老师呢是成长咱的知识啊，这是偌年前引重如山啊！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嘛。今何在呀？现在呢，事出因素，都是已经呢。 无虾米款的因啊，我就是来读书啊！啊，你应该教我教啊，懂不懂呢？对老师一点啊理解都无吼，真、呢，可能嘛是共款伫即个语言的中间，慢慢的疏远了人的感情。何况讲朋友呢？古早对朋友爱重啊！ 爱有信有义啊！即卖呢，信义拢无咯，所以呢，朋友啊，多转啦，真呢是咱现在人，互咱真烦恼。再来阁讲，知易交善两国啊，以明。 失患啊，结怨连兵，上杀百姓，想看卖咧。除了呢，上面是家庭呢，家庭人的感情啊，丧失。现在搁再讲的呢，是煽动两国之间。 人本来呢联名真好啊，那因为呢良善啊，所以呢煽动啊，所以呢这变动，这个联名啊变啊，所以呢就用意叫做政变。 有诶，伫国家诶内底呢，嘛是安尼人去所属啊，或者是去离间啊，等等吼。所以呢，变成了分党分派，那互相呢，口头啊来恶言恶语啊，或者是呢，中间两舌啊，所以变成了。 万年兵就是啊，安尼就政变啦。哦，这是对老百姓啦，实在是最苦最难。看看偌尼正侪国家，偌尼正侪难民啦，流离失所啊。所以咱大家人爱真用心。 甲咱的心过会好啊，才袂讲吼出言的伤人。再来阁讲所起罪业，前面所讲的呢，有语言啊，所以呢，造成了人心混乱，造成了个人的人格的丧失，造成了家庭失欢。 造成了社会混乱，造成了国与国之间呢的战争，这呢等等都是因为口业，所以所起罪业无量无边。今仔日每一天的今仔日啦，咱都爱自行向十方佛。 顺法性障，法乐求哀，解释忏悔啦。过去所有呢，是身所做的杀盗淫嘛，或者是呢，口所做哎呀，妄言绮语、两舌、恶口等等，或者是心内呢贪嗔痴啊。 这呢，总共起来有10种的恶业，这数量呢，无数以来不断，唔知呢做偌侪的罪业啦。所以咱爱时时啊，爱发怒，求爱改邪忏悔，咱爱真恳切啦，这精明啦，已经呢将所恶业讲完啦。各位，人令弘道，非道弘人啦。咱若会当定定心平意动，咱文法行道啦，感到一定伫佛的时代呢，感到一定呢，甲佛同行呢，无一定啦，都亲像咱现在，咱主席宗门伫台湾，确实会当到全球大家人呢，依照咱呢。泛美宗门的轨迹行，看全球的主宰人啊，用心用爱伫咧付出啊。因呢，大家人都是行我所行道，说我所说法啦，无一定拢等来咱华人，让因就地呢，嘛会当推动啊，到处因都会当建立。道场啊，人因所说的师父讲的哦，主席咱爱安尼做哦，所以口为道言，手讲道事啊，足道道长啊，不退事志，人因的心志是安尼呢，所以呢，因用生命做主席，大家人呢时间把握得真好啊。但真兴修呢，安尼发心做主者，伫呼吸间，因都是要做主者，都为着虾米呢？有民众生啊，要安怎样呢？以身作则来带动，甲主者的道场呢，推入到呢所有的社区去咯。所以，请大家人时时爱用心嘛。希望大家人心口与善业，拢爱顾好伊好，才是真正呢传法美的人啊！请大家人时时多用心啊！